是要哪敢拍嘛？我爱问话哦。我不是要骂你，我是要问你，你七月囡仔是安怎还阁偷出来个？你是安怎困的？因为，麦吧，困到三更半暝，甲我喊到大细声，阁甲我偷出来个，即嘛是爱我甲你洗袂干哦。好啦，我要叫家己和好。
囡仔哦，会当这么爱哭，你若爱哭吼，人会讲你无路用。谁讲我无路用？别人会讲你无路用，啊，不过你是阮阿，我感觉你是上敖的。对，我嘛感觉我是上敖的。所以以后我若讲什么，啊，你就甲我听。咱两个人吼，互相研究，你讲什么，换我听，安尼好无？好啊。啊，不过你爱陪我佚佗。好，你要耍什么，我拢对你。咱来耍躲避球。啊。跟阿妈跳。嘿、欸，我袂晓呢。踢篮球。踢足球。太少听嘛。我袂晓。讲袂错。看电视好啦，找恁去吼。好啦，啊，你关门。你是大人呢，即摆你是阮翁，我是恁某，你做翁的人爱照顾恁某，所以你爱关门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嗯，好啊，我已经是大人啊，我爱照顾某，所以我关门。关门。你入去睏。门爱落串，才袂去让你买哦。哦，哥，我知。门关咧，落串，人就袂走入来。我才甲你洗身躯。好。我看看，你莫甲我看。惊，我带你入来。我家己洗哦。我知影。你要甲我